第七题，北投垃圾焚化厂利用燃烧垃圾产生的热能来发电，是哪一种再生能源的应用？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知道，燃烧垃圾不会是水力，不会是风力，不会是地热，只有所谓的生殖能。生殖能除了所谓利用一些牲畜的粪便等等之外呢，那我们城市的垃圾呢，也是我的生殖能的运用。第七题问我们说。北投垃圾焚化厂利用燃烧垃圾产生的热能来发电，是哪一种再生能源的应用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生殖能。